Scarlett, say hi. Hey. 打个招呼. Oh, she's not happy. It's almost time.月十二号凌晨几点？十二点十二分，都是十二分。我好像水破了，我们现在开车去医院看一看。我刚刚有一点点好像宫缩的感觉，就躺着我准备睡觉的，然后突然间觉得有一些液体流出来，然后用那个羊水试纸试了试，然后就变绿了，就是说羊水破了。然后我现在就去医院看一看，可能还会让我回来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工作，我到了医院再给你们 update 啊。我们现在到医院了，我觉得我羊水还在流，没带个卫生垫之类的，但是我还没有工作，也不疼。很紧张吗？还行。嗯，还行。兴奋吗？嗯，兴奋。我不紧张。这是我们的车，我是不是有可能被我压上去就直接住了？今天查一下，确定破血可能就得住了，好啊，就走不了了啊。好的，您需要上厕所吗？不需要，您就先去一下。我没带那个卫生护垫，我不行，知道了。那我上厕所，您拜拜，先关上了。嗯。这个是我们 VIP 的产房，然后这儿有，这面是一个水壶，然后这儿是一小柜子，两个小柜子，然后这儿有一个衣柜，然后这里面是我们的卫生间。挺大的，这儿有个小冰箱，然后这儿有两个比较大的沙发，我待会儿就在这儿睡了。嗯。哇，这是我。我都没有时间化妆，我要是有时间准备，我今天都没有洗脸。我要是有点准备，我们化化妆、洗洗脸，不过我带了一点化妆品来。这是他的拖鞋，这是他今天录的。啊，对，这个在这儿。那有个电视，这有个电视，对。然后这是洗手池，洗手池，然后纸，这儿一些柜子，放东西的地方。嗯。然后这儿是给他洗澡的拖鞋。刚才医生跟我说，觉得好像我有那个 regular contractions。然后本来要给我上 oxytocin， 但是现在觉得我自己的 contraction really healthy， 想上100了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说不用上 oxytocin 了，然后就看我自己会不会自己就开了，我羊水已经破了，所以只能上。所以说现在给我们填表，但是他都不会写。有一些文盲。昨天刚见完麻醉师和宋医生。啊。今天的麻醉师是谁呀、啊？今天晚上麻醉医生是郭亚楠郭大夫。哦，好的。你有对药物使用过敏的吗？啊、嗯，不是，没有，没有啊、嗯。你平时是有忌口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不会写地址是吗？嗯、那我帮你写。您的身高是多少？1.68米。先生，您的身高？1.90米。先生留下您手机号吧。好。您贵姓？张。孕期睡眠怎么样？不好。需要吃药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有人孕期睡眠好吗？似乎没有。可能这后期有，因为我记得了。是吗？后续的时间具体是今天晚上12点吧，大概。嗯。你看工作室还挺好的啊，我们就先过去看一下。好的。我们化妆换衣服，然后咱们抽血，做一些背血的检查。好的。肚子是一点紧的感觉都没有，是吗？有一点，今天刚刚有一点那个，就是像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疼，但是不是很疼。破水当24小时就必须生了，怕感染。对，隐形含氯应该来，所以如果破水的话，咱有可能得点松松，可能快一点。叶姐哈，您要休息的话，咱
小量的溜着，就是好松松素再少来一点，让它堵着膀胱颈哈。我明天早起等你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再调。也许你自己就疼起来了啊，随时如果疼得厉害，随时这种疼受不了，随时打分娩就可以打。你那宫颈条件因为挺好的，好打分娩联动应该不至于。对对对，我上了松松素之后你可能会有点感觉。我现在开了两指。你这宫颈是松松的这种，这样式能隆两指，但是说呢还有点偏厚，如果展平了就是开俩了。明白啊，就是它很好看。那个还对对对，是这意思，是这意思。但是它咱们大概是80到90，那还没100的那个。对对对，是这意思。哦，对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我们是要留脐带血和脐带的。哦，那你就相依。那个东西都已经那个放在这儿了，我们的牙签都交完了。那就相当于你自行的储存了。对，然后跟您说一下，我们想象那个它叫 delayed umbilical cord， 哦，就是稍微等等一分钟。现在，我知道，别着急哈，那个没关系。如果说没有特殊情况，咱肯定是尽量。啊，对对对，特殊情况，但是因为你不流脐血嘛，嗯，啊，肯定咱不会说太长，太长。他说是多长时间来着？就是最长不要超过。最多人家说1分钟，3分钟，那咱们就1分钟吧。1分钟吧，啊。如果超过1分钟，可能就会影响流脐血。对，咱们就1分钟嘛。对，行，好吧。啊，没问题，咱尽量的稍微长一点哈。在这期间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他呀，一会儿除了我们把那个取血、护士取完血、安三千安字之后，他先监护好，你就睡觉。好，咱会把液体给你松松给你弄上，然后影响你休息。您们也休息。等到这个过程中，如果你疼得厉害了。觉得宝宝动作异常或有其他不舒服，你随时按铃，外边这监护护士能看得见。好，能厉害咱随时说话。你们也就别打扰他，也让他休息。因为什么呢？生孩子是耗体力的事儿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不是说马上就生，得保存体力，功夫拍拳的时候还没力气呢。现在他喝水什么都行。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喝水。那晚饭吃了啊，吃了啊，行。你看，这是胎心监护。你看那个100几几几，那个是 baby 的胎心，旁边那个绿色的13啊什么的，那个是宫缩。然后你看底下这里，它这个图上一起伏的这个是宫缩，但是我还没有感觉到疼，几次应该挺大的宫缩。我一个等着打无痛，80了，刚才12，我等着打无痛呢。宝宝也。我能感觉到100多了，你看。你现在硬了吗？都硬啊，很硬啊。对，你一宫缩，宝宝的心跳就快一点。对啊，就把它往下推了。生下来那个，你需要吃奶吗？需要带奶粉吗？不需要带奶粉，不需要奶粉，因为我们是提倡深度喂养，如果有加奶的体征的话，短的也有奶粉，可能也就2-3天吧，对，就基本上就下来就有了。我相信他们都在找 Dr. 商威。Dr. 商威14号才回来，只能赶上谁吃谁了。他们14号就回来，他说，然后我回来我就跟谁，来不及了，等不到他了。对。我扎的这个针呢偏粗一点点，可能会有些疼啊。好多钱？害怕打针吗？粗的针吗？你害怕吗？我害怕，我这儿都害怕。早上好，我还没生呢，昨天晚上到这儿有一些宫缩，然后医生就说如果不是疼的话你先睡一下保存体力。我跟翠哥大概一个人睡了2个多小时，然后现在今天早上看开指的话比昨天晚上稍微开了一点点，但是还不是很快，所以医生说可以给我加一点 oxytocin， 然后稍微催他一下让他快一点，然后我就可以打无痛。嗯嗯，我没有化妆，现在是早上10分。嗯，你睡得好吗？还行吧。你听着 baby 在动吗？是啊。哦，他在踢，不是很疼现在。嗯。就是到现在我所经历的宫缩都还就没那么疼。我就是觉得我大晚上都没睡觉的时候出来没有化妆。我现在在上 oxytocin， 让他宫缩的快一点。然后我现在在看这节 Jeffree Star 和他男朋友 Nathan 分手的视频，这个在中国的微博上都上热搜了。我现在已经上 oxytocin 还是都是液体？这个是空液，这个还没开始走，哦、这个需要用泵来走。好的，因为它的用法的话是非常严格的。他加一点的话，会让我开宫口快一点。
现在宫缩飙到125、124，应该很疼啊。很疼吗？你还不算疼，但是就是，疼是肯定疼，不是说很舒服，但是我还能说话，就不是说疼到不行了。我现在正在打麻药，其实我还没有特别的疼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打，就是有点疼。然后现在我们护士小姐姐给我们准备，然后那个开了几支。一边看一个，看一个，很多人四五十都受不了了，我还是挺坚强的。没错。我现在无痛已经打完了，双腿有一点点麻，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。我本来没有开始宫缩，但是我本来也没感觉到那么疼，所以现在就跟平时睡觉一样。So far so good。 你紧张吗，翠哥？翠妈来了，你给翠妈一个镜头。翠妈来了，翠妈给我们拿了一堆什么乱脏的东西，结果人家这儿全都有。还什么拿擦手指，人家也有，什么都有。翠妈还拿了点吃的，但是打完无痛之后就不能吃东西了。我可以吃，你可以吃。然后刚刚还有，护士进来问我，我要吃中餐还是西餐？我还是吃中餐吧，但是我也吃不了，估计给翠哥吃。我是不是特别难看啊？还行，就是大晚上的出来，我没有时间化妆。如果早上出来，我还可以化点妆。就是这个，就羊水突然间破了。嗯，我要准备睡觉了，没化妆。这是 oxytocin 的泵。对，这个是 oxytocin， 是叫什么？缩宫，就是那个是无痛的。这个是无痛的。这个是无痛的。然后这边他给我弄了一个随时监测血压的。你看 baby 胎心现在是130。然后我宫缩17，然后血压是97/79，这个他们外面也能看见，所以就随时监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他的线，那个无痛啊，这就是哪根线？对对，在脊椎上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加的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打脊椎一点都不疼，就跟平时抽血差不多。就可能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可能忍痛能力比别人强。刚刚护士跟我说，旁边的那个妈妈，她在工作四五十的时候疼得都哭了。我120也还是可以还继续说话，所以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吧。但是我还是打了无痛，我就觉得能不疼为什么要疼呢？跟他，我跟你说特逗，我跟他躺在床上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看我感觉有点宫缩了。然后他说是吗？我说可能不太严重，没关系，可能是 Braxton Hicks。然后我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千万不要在夜里破水，这样大家都还得比较累。刚说完就觉得一股热热的感觉，然后我就用那个 amniotic water test tube， 然后伊朗的电滤，好，然后说了，不要随便说话，对。老爷爷上位，他还在 vacation， 还有2天才回来，所以王医生来了，也是我的医生。然后他跟我说，我现在就可以去稍微洗个脸，然后化点妆，然后负责美美的就行了，然后可以睡一觉，估计要中午以后宝宝才能出来。我现在开了2支，打完无痛以后，现在就跟我平时一样了，完全不同。但是好像宫缩有一点，稍微有一点慢，但是好像。无痛就算是慢的话，也就是慢个1个小时之内的这个区别，反正我也不着急。他这个营养配餐还真好，那个是木耳，它是活血的。这应该是 tuna 的肉，然后木耳、鸡蛋、小米粥、几个花卷，这可能是个包子，还不挺不错的。但是呢，我大人是什么都不能吃了，你可以看着我吃。但是王医生说你可以吃点稀的，稀的你只能喝稀的，喝甜水可以。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能，没事儿，人家说没事儿，麻醉医生说你没有问题。我现在让妈给我擦脸的原因是我这边在弄血压，那边在输液，然后我是准备化点妆，但是让我妈别化了，我还起来后面还打点无痛。甭化了，甭化了，等生完了再化。你就把脸擦干净了就对，无所谓了。生孩子也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时刻，因为打完无痛以后，好像你要想要小便的话就没有感觉了，所以才下了一个尿管，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感觉，都不疼。我现在就可以睡觉了，睡一会儿保存体力，然后下午就开始用力推了。OK， 你也睡会儿吧。OK。刚刚我们大概20分钟之前和半小时之前测的时候是3支，然后突然间我觉得
有无痛，也有一点点疼。护士看就流血了嘛，然后他一看，好像已经全开了，我们准备生。这个是 baby 的 incubator，小宝宝生了以后就放在这里。Looks like baby's coming out, babe. Yeah, you can see that. Oh. Is that hurting? Yeah, a little bit, but like it hurts, but it mostly feel like joy. 现在我感觉宝宝要掉出来的时候，对，正在疼呢。对，现象特别好，就已经他要出了。就这样，说生就生，特别快。现在王医生也在 get ready。嗯 ，It's almost time。现在是紧张吗？11:30。你紧张吗？有点。这个肯定比那个快，你坐这儿等着，谁快你先进来。你坐这儿，离着最近的地方等着，行。放下吧，亲爱的，请放下。哦，哎，搭着，搭着，没事没事。我的后背，好，放干净，还行，还行。大家好 ，Scarlett 已经生出来了。Scarlett, say hi. Hey. 打个招呼。She's not happy. She's a good girl. I love her so much. 你在宝宝满分。你看他姥爷的表情。姥爷激动了。姥爷激动了，幸福了。他做各种表情。是吗？我觉得他挺聪明的。他现在就追着那个护士看。其实小孩他应该看不见。这大耳朵。是吗？他像他爸的耳朵。嗯、啊，大耳朵不像你大耳垂儿。现在我们的护士阿姨给我们弄防盗器，还有人把你抱走。这个只要出了电梯就会报警。对，看你的小脚丫。好了，你都带完了。好的。现在爸爸抱了，爸爸抱了，他也要爸爸抱。你看他在爸爸怀里也超级开心。哦，跟爸爸好像有点要说话的感觉，跟你交流呢。哎，你看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就不是不敢抱，这上来就抱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我就不敢抱。爸爸挺厉害，有的爸爸不敢抱，是吗？当然是。哎，阿姨您贵姓？我姓辛。哦，辛姐，哎，我看您的简历了，对，之前给我发了。嗯，先拿上这个。哎，对，顶一下就行。哎，嗯，我现在终于可以吃饭了。现在医院刚刚给我送饭，大家看一下吧。小米粥，哎，有糙米。糙米。这是鱼，那个球葵，然后这个还是和点海参。海参豆腐。嗯，我终于可以吃了。你要点水吗？啊，你可以喝水吗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吃，什么都可以喝。OK。我跟大家说，打无痛生孩子像吃一个冰淇淋这么简单，真的。这个是医院给我们的新宝宝的一些东西，这个是毛巾，这是衣服，衣服。还有单，这是那个护肤的啊，护肤霜啊，嗯，然后这些是沐浴露、洗发的，啊、还有那个护手油。嗯，啊，我洗澡在这里。嗯，这儿就在底下。嗯，进去俩人啊，一个。嗯，爸爸进去。你小孩又睡得还挺好。小 Scarlett 现在要洗澡了，人生第一次澡，第一个澡，这是我们给他用的，艾滋病的。Baby shampoo and body wash， 还有这个是 moisturizing lotion， 睡得还挺香的。你小名字呢 ？Scarlett。哦，哎呀，宝贝，哎呦，那就洗个澡，哎呦，不生气啊。先擦擦我们的小脸蛋儿。嗯。小可爱，咱们脸儿变红了，太热了。那屋还是热的，我们已经降温了。这小孩啊，合适的温度都是，你要在外国的话都20度以下，在中国人就是稍微的高一点，20度以上，别超过25度。嗯。Congratulations. Thank you, Dr. Shumway. Sorry for you. Oh my God, thank you so much. But you, I was you look pregnant again. I am. With triplets. How was your impression? Oh, it was really awesome.
今天我们出院啦，她是给宝宝拍照的阿姨们。我们现在给宝宝拍照，爸爸给收拾东西。现在阿姨给咱们铺好了，咱们照相呢。一说照相乐了，是吗？这样他舒服，这样就行吗？对，好，咱们放。哎呀，你看那小脚这么长，看他们也会这个方法，康复这样。哎呀，那个兔兔，这写着 It's a girl。哎，可棒！这大蛤蟆，那就吃不着。真的假装欣赏，嘟嘟哎，对，好的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然后找到什么？一起先看宝宝。哦，别动了！闭上眼睛，跟宝宝一起。哎，我的手出汗了。四位先都看宝宝，看一眼啊。哎，对。哎，给老爷爷抱的挺好。老爷爷妇科专家，他接生了好几万个孩子。挤一下啊！哎，压了啊 ！Baby girl 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屋里吧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大宝贝已经回家了。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大宝贝已经回来了。我也回家来了，感谢大家陪我。他哭了，我去看看他了。记住啊，宝宝们，只要你身体健康，现在有这么高的医疗条件，生宝宝真的不可怕。祝大家好运。么么么，我头发太乱了，我去看他了，他哭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跟我们说再见呢。哎呀哎呀，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。